Lisa小姐，是阿嬷，是阿嬷，这是我妈。Lisa小姐，你好。是阿嬷，你哪会知影我妈妈叫 Lisa？ 别这样激动了，离婚。我爸妈起码都已经闹到要离婚了，我咪哪有可能无激动？我相信这件代志一定有法度解决的。你要去找你的情报是无？无路用的。 伊袂阁插你啊！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根本就唔知影。你只是听着一部分，我甲离婚讲的话，才离婚我对伊讲过甜。才会明白为何站。想说你无法度接受你的后生，甲一个酒店小姐交往啊！是啊，阿妈是要甲你讲什么才好咧？你要细汉，我的心情你无法度体会啊。连阮妈有困难的时阵，是有托你在边仔斗相共的呢。因两个人已经无法度分开啊！因两个人才是才偌久尔。 还袂正式交往，即马分开是上好的。总共一句话，你会较细腻。你即马是咧关心我？这叫啥？这叫做欲擒故纵。你拍算当时要甲伊个亲妈，为阮行遐出来？我早就准备好啊，即马我除了离婚以后，我嘛唔知应该安怎做。现在风风雨雨，你拢做伙行过来啊！ 伊哪有可能甲你离婚？咱的婚姻还阁有你栽培当咖啡，你袂当两项拢袂爱，你一定要做些选择。莫拖沙，心痛放乎去，门前歌爱我讲出嘴，梦嘛是一字，唱嘛是。